正常的武王僵尸遇到坚果与路灯花组合的阵容根本怕不了一点，因为没有攻击性植物，武王僵尸多花点时间总能吃完它们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武王僵尸如何能快速消灭坚果呢？不卖关子了，直接有请不正常的武王僵尸，看他会如何过关呢？何？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万万没想到，他就这么轻松地碾压过去了呀！